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魔术飞哥。那今天给大家揭秘这个魔术呢，是魔术师美女变狮子的魔术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漂亮的女助理呢走进了铁笼当中，铁笼呢确实只容下了一个美女。接下来呢，注意仔细看哦，魔术师把幕布拉上了，三二一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即将发生。注意看360度，旋转了一圈之后呢，瞬间，我们看一下。三二一，哇，美女变成了一只老虎，真的太令人不可思议了，完全是密闭360度密闭的铁笼，美女瞬间变成了老虎。好了，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魔术的揭秘时刻，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魔术究竟怎么做的。首先魔术师表演这个魔术呢，需要把老虎呢引到箱子里面，那在箱子的另一头呢放一些老虎喜欢吃的肉啊，火腿肠啊，都可以让老虎的注意力呢给吸引住。那等到老虎真正走到箱子里面呢，我们需要一个助理走进箱子里面，这时候老虎在箱子里面，我们只需要呢用黑色的挡板把老虎从侧面呢完全的挡住，那这个挡板呢是从整个笼子的下方往上翻上去的。那这时候呢，美女助理只要走到这个箱子里面之后呢，然后躲到下面整个夹层里面就可以了。夹层的空间呢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当她躲进去之后呢，只要我们把后面这一个挡板往下掉下来，那老虎呢就可以出现在现场了。这时候呢只需要把箱子呢合拢起来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看到呢，女助理非常快速的躲进了箱子里面，然后呢挡板落下来之后呢，老虎就可以在整个舞台上360度展示了。